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现在我已经到了德钦县了。昨天晚上就是在路边的一个停车带上露的营，我后面就是梅里雪山。然后到了德钦才知道，德钦县还没有那个奔子栏镇瞅着大呢。我还没有去县里边，因为个车昨天出了问题。现在我也刚起了不大会儿，看看把车打着，看看还有没有那个昨天那个响。把车打着一下听听吧，如果没有那个响的话，我准备买点配件去哪儿修？去那个满康修。哎，着火又灭了，再打一把。这块海拔3200。热一下，海拔高打火有点费劲了呀。如果踩着油门打，应该就能好着了。看样得踩油门了，不踩油门打不着了。打一下试试啊！哎呀，什么情况？怎么着不住火了呢？得打几把呀？海拔高就打火是有点费劲呢。这什么原因？我看把油泵一下子吧，应该是这边气温晚上还是有点凉，然后把这个油往上泵一泵。啊，油没啥压力了，哎，这回好了。哦吼，把油管崩开了。哎呀，相机差点都扔了。等一下，看能不能打着吧。这把试试，不应该打不着。给油门吧，油门给上点吧。给点油门也不行吗？妈把狗吓着了，把哥哥吓着了。天儿凉，高海拔，大火不好打，把这个流量计拔了，一打就着了。把流量计拔了，一打就着了。好了，打着了。现在气门一点响没有了，估计还是昨天机油是没上来呀。现在就没有那响了，没有那个气门响了。
把这个空气流量传感器拔下来之后，车还有劲呢，但是会冒黑烟，特别在高原上容易把那个山源堵了，所以说我不敢拔。我发现个事儿，就是现在这个车，现在凉车打车不响了之后，我感觉应该是这个车热车气门响，一个是气门摇臂那个顶杆老化，那个泄压响，再一个就是机油泵的机油压力低。然后呢，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失眠呢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。这个车之前我换皮带的时候，这个车它皮带也换过。然后呢，现在这个车我买了的车，这个就是这个劲头。我怀疑一件事儿，他换皮带的时候是不是正时没对正？因为这个车的正时对需要一个套件的。首先，看这个位置有一个螺丝，这个位置有螺丝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位置有个螺丝，这两个螺丝它是分别是给两个正时这个凸轮轴，这是凸轮轴的正时，需要把它里边塞上东西的，包括后边正时壳大瓢底下那边，大瓢底下那块还有一个在烟筒，应该是在那边，应该是在烟筒这边，在这个底下还有一个正时的东西，也需要有三个套件儿，需要把三点对正了，然后再把这个里边螺丝轮上的螺丝松开之后，才能够把这正时对准。而且它这个随着使用时间长，每次更换皮带都得重新对一下正时。它这个我怀疑它是不是上次对正时的时候对错齿了？它差一个齿的话，就是进排，它这个分别是这边是排气，这边是进气。近期的凸轮轴分别有一个凸轮轴的齿对一个牙，错一个牙是可以着火的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太大异常，但是就是直接影响动力。我想买一套套装，然后往前走，到芒康的时候把件儿邮到芒康，到芒康的时候我在芒康把它重新对一下正时，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动力缓解一下。如果动力上来了，那么它上那个垭口大坡的时候就用不着那么大的油门去轰它，油温也相当就不用高，不会高了。油温不高的同时，它这个机油压力也就上来了，我估计气门也就不会响了。哎，真对不起你们，说好不修车的，可能又要修车了。去买个件吧，买个扭力扳手，然后正时套件，再买一套小飞，别的应该没有啥要买的了吧。今天有个朋友告诉我说，德钦这边的农贸市场脊骨特别便宜，说在这买脊骨才4块钱一斤，也不是真的假的，咱们去看看，如果真的这么便宜，咱们多买点搁车上带上。不行，我后悔了，我要回去穿衣服，太阳晒着地方热，太阳晒不着地方冷，进市场里边没有阳光更冷，我得去把衣服穿上点，太冷了。这就是他的农贸市场，还在楼下，也不是楼下，他只不过是地方太啥了，好多卖东西，这边好多卖东西卖菜的。哎，这边有这四季豆，这个怎么卖？8块一斤。8块，给我来点。就这些吧，够了。我就一个人，先买这个吧，来走着看。这是烟呢？嗯，我们自己烟的。没熏。没熏。就小点块的。那种要贵一点，那种要好一点，贵一点，那种是包装好的。我怎么感觉那边没这样好吃呢？香是这个要香一点。那边是辣排骨。辣排骨，辣香肠。那排骨怎么卖？排骨35。排骨35。嗯。把这个来一条。这个。嗯。来晚了，买了点菜。脊骨只有早上有，来晚了被人买没了。我还以为能买点呢，只有牛肉了，牛肉40一斤，没有买，买点这个咸肉能放得住的。然后。往前走吧，我的配件发到芒康去了。
把车停到这块，这个算一个废弃的观景台吧，也不是什么地方，反正没水没电没厕所啥也没有。然后呢后面就是梅里雪山，今天大家伙也看见了。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是从这个网上又发了我这车专用的工具，我不是那个气门响吗？因为车没劲儿，我后边想想是不是因为正时的事儿，我从网上买了正时工具，说专门这个车的正时的工具，专用的工具给它对下正时。然后往王康发不了，只能发到昌都。现在从内地发快递只能发到昌都，王康没有快递点，没有顺丰快递点，其他快递往那儿送不给送，只有顺丰送。没有办法了，我现在因为我还在德勤，离德勤不多远，我这就把快递发到了德勤，然后在德勤把这个弄完之后再走。我发现这光线瞅瞅这么黑呀，哎，然后这边风特别大，今天风特别大，刚才在这停着，风吹得呼呼响，直转。那个房车，风的吹直晃，把我牵引顶借过去，拿弄一下，支一下，看这个经幡吹着风吹大点。在这儿住三天，差不多三天应该能发到，发的顺丰，然后在这边把它修一下。今天早上打车包括开车都没响，主要原因估计还是因为这个气门的摇臂，里边那个活塞现在是泄压，造成它响，或者是机油压力低，但是总体原因是因为爬那个垭口始终那个低速大油门往上爬，终归。归根结底吧，还是车没有劲儿，车的发动机动力不足，造成现在不行。然后等这个工具到了吧，把这个重新修一下，修完了看看能不能好。今天就在这住吧，明天上县城的转一圈，明天早上可以拍日照金山。